Fuck you！老子今天刚才又拜帅半天，没露下来，以后就冒不冒？刚才好不容易赏你的瓜子，今天又重新来一遍，干个半嘛，浪费老子生。Tonight, we go on talking about Smartisan T1. We may talk about the Smartisan OS tonight, this time. 好，我们来说一下锤子手机的系统的体验。顺着来，因为我没有做事先的功课嘛，所以就只能顺着来了，走到哪里讲到哪里。当然如果有它其实涉及到的细节会很多啊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你可以找到每次那个大版本升级的更新日志，更新日志就是说啊，软件升级了，他说哦，在相机、在电话啊、在设置、在界面上有什么变化、有什么更新，他都会有一个列表列出来啊。我对一些比较大版本的更新，我基本上有过这样的阅读，所以我有基本上我都很清楚他有一些什么使用的功能和细节。那我就今天就走马观花，那、no, 不准确，一个 not exactly 啊。首先呢，啊，两边的侧键是可以自定义的，自己去设置。我刚刚是用这个把它点亮，然后呢，哎，这个地方也可以自定义，自己去摸索。哎，一进来就是我们亲爱的李璐的聊天界面啊。从我最常用的啊、印象比较深刻的几个功能可以开始讲起啊。看，哎，比如他说了一句很怂的话，我想把它展现给，把它截下来给我女朋友看，但出于某些原因啊，我这个话不想啰嗦了，只想截取一部分，马上分享到 QQ 去。那你如果有，T1 只有那个，目前的锤子手机里面只有 T1 没有 One Step 功能。You know one step? 如果你看那个发布会的，也是知道的，他就可以直接到 QQ 去了。然后呢，啊，你或者说你不想截取一部分，反而是话很多。哎，很长的一个图，滚动截图啊，这样就很方便了，免得 you know not need want to talk and。好，比如说还有一个应用场景啊，啊，那个我给李璐同学买了这个锤子手机，他非常感谢我，他想给我打一笔钱，他让我把我的银行卡号发给他啊。我每次不能去搜索嘛，去找嘛，去翻笔记本嘛，一个这个卡号总是发，因为很多人都想给我钱，怎么弄呢？快捷短语，平常常用的一些号码啊，一些长串的东西，包括我的邮箱啊、身份证号码呀，还有我这是同事的一个什么支付宝的支付一些信息的东西啊，我一点，哎，这个是我的卡号呢，这个拿出来了，发出去，就哎，我现在就发过去啊。看他说什么，看你在说什么。OK， 然后 Let me check it out. Let's switch the song of the background. Oh my god, crazy. 还有什么呢？啊，有些细节啊，怎么样能够把它变到更多？的这个格子啊，
然后这里有个设置键呀，它也可以按不同的排列呀，按色彩，按使用频率，按安装顺序啊。然后这么多 app 里面，对，你可以把它关起来啊，这些都有，可以关起来，也可以设置密码，也可以设置标题，都可以啊。你不常用的就把它关起来，这样当你在这个小界面的时候，哎，后面就不显示。等等啊，这要我说是没办法说起的。然后还有一些特别情怀化的一些设计啊，我想到哪里说到哪里。比如说这个，啊，比如说这个放大镜，它本来只是个搜索功能，但是你看啊，看啊，看啊，看不看得明显？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它是一个真正的放大镜。Oh, fuck you！啊，也漏也漏也漏，你自己回去摸啊！就是我。然后呢？我们寻着来了，到骰子六来啊，建议你肯定是要从头到尾摸一遍的，把每一个选项里面都点进去看一看它到底是什么功能。然后还有什么呢？电话，电话。找名片啊，一般都有，一般的都有，哪里都有这一旁边的这个字母列表。Yes。但是它可以呢拿出来，这很方便，这个我常用，并且我想找李璐，L 这里，我可以点一下，但发现哎按着不放，这么多是 L 开头的姓氏，这样更方便去寻找，因为我们现在可能都有大几百上千个名片啊，不好搜索。然后你也可以说话，李璐，哎，叫没啊？嗯，这跟 Siri 什么的不太一样，因为它不需要联网啊，因为它是完全是对针对本地的一个，所以它很快。然后还有很多细节吧，你自己去阅读、去搜、摸索的时候就能感受得到啊。哎，你看最底下这个语言、这个国旗，为什么这么设计呢？自己想吧。相册，对了，嗯，看到啊，所有相册，点编辑，有一个已收起的相册，就是藏起来的，平常是看不到的。啊、，Let me show you, baby, which one?over， 一眼望去就一瓶的肉色，我操！嗯，还有一些细节啊，比如说这个的灯光啊，让人感觉怎么样啊？包括平面设计上，你上次提到那个它的海报不怎么样，嗯。所以我并不认同这样的一个观点吧，嗯，有机会具体交流吧。这个相反，我不知道你说的好和不好的标准是怎么样的。如果拿例子来 talk about 的话，天气呀、啊，很炫的动画呀、啊，是不是？然后闹钟，嗯，这个你可以好好慢慢玩，很帅。Your emotion has it removed？ 然后短信里面有延迟发送啊，
这是它的垂直阅读啊，什么信息过载时代的干净阅读。其实应该有一些帖子里面对这些有过一些介绍，文字上的，你可以去垂直论坛看一看。我这说的就是垂直变迁比较漂亮啊，然后把长变迁保存图片啊，并且发送很方便，啊，录音机也很方便，无论你有没有开启旋转，它都可以自动感应旋转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这个麦克，手机的麦克在这里头，它可能方便记者去使用。然后这有打卡打点的功能啊，然后我的界面很棒，日历我常用，Just do it，然后这是它的icon，就是它图标重绘，当然，每个人有权利去说是个好看不好看，我喜欢我不喜欢，那就是随你吧。你如果你开心，你觉得它棒，哦，因为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啊。如果你不这么认为，那我也管不了。For words, music，比如说。它现在少了一个，我今天看你那个手机，它没有那个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界面，就是当你没有一首歌的时候的，它有一个空的唱盘的机器的那个装在这里，动眼又动心。我现在演示一个这个啊。等一下，我看啊，我但是其实，当然很多人可能对这个也不以为然，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玩家，音乐玩家，你会对它这个整个播放器的很多方面的设计非常的感动。包括你见过很多的音乐软件啊，App 上面都有类似的这样一个啊唱机的转盘这样一个设计。你如果对比的话，你就会发现那些人简直是在贬低你的智商。包括这个指针都是可以动的。包括它现在有云音乐了。是跟虾米合作的，对，它有很多地方，哎，要怎么说呢？好看，包括邮箱，你对比吧，好不好用？然后啊，在换图标里面，比如说这个软件，它其实并没有对它进行重绘，但是它备用了一些，有几十个啊，所谓的通用图标，就是它有一个画了这样一个放映机，你可就可以替换到这个 app 上的图标上来，这样能够统一风格啊，因为它比如说它是没有。比如这两个我没有换啊，这个圆角的矩形、方形啊，跟它的整体的风格设计语言是不统一的，包括它的投影啊，包括立体的程度，这都是统一的。这一面有好几个都是我换的它的备用图标。然后这个啊，通知栏，这里面的每一个有是是是，总共有三四一十二十二个
是可以选择的，并且位置也是可以变换的。这个在设置里面的全局设置里面可以找得到。然后包括比如，你看这个 WiFi 啊，哦，我把它关掉。按着不放，就自动的到这个界面里来了。啊，个人觉得这一丢丢蓝色点睛之笔非常漂亮。然后，关于是否平面还是礼物这个事情啊，老罗也谈过很多次很多次。他最近的公众号里面有一篇文章啊，他每一次去讲解，就把那个问题讲得更加的彻底，以及以更加通俗的方式进行去描述。有兴趣可以看一看，就是平面与礼物，并不是好与不好的问题，并不是风格的问题，而是对与不对、合适不合适的问题。你听他的去解释吧。还有什么？我平常用来干嘛？相机。对，这是模拟相机的这个 UI 上啊。还有，你真的我看了其他的，你也可以对比一下 iPhone。反正我看了其他的手机的，哎，如果你有这个合适的审美的话，我个人认为啊，你会有一个判断的。对，包括这些图标啊，支付宝它其实也画过3种不同版本的图标，你可以进行选择。因为历史就是前后它进行改进啊，但有人怀旧，不叫怀旧，他喜欢之前那个样子，你就可以用之前那个样子。talk words，短信菜鸟一个，对，看他翻转的动画，当年他们的 CTO 钱晨博士就是竟然被这一点所打动了，而来到了锤子科技。啊，要不我先暂停一下。我想到，包括那个静音啊，静音的时间的选择呀，你开会的时候很方便用啊，然后可以调节亮度啊。然后，Big Bang 它有这个功能，你去使用你就体验了。我基本上每天经常用它。然后，比如说我在五八上。别人发给我一个带电话的一串的消息，我要联系那个人，我直接比如说，这个一炸，直接把电话的这个一点，可以搜索，可以点词典。可以复制，可以分享。我一复制，就到电话去，直接去拨了。如果有 OneStep 的话，直接拖到电话里面去拨出去了。词典我用的非常多，无论是英文的，还是你突然想到一个中文人词，通过这种炸的方式，我甚至有意会在一个打字的地方把它打出来，再把它炸到，再点这个词典，
因为它事实上比你去推到桌面再去找到你的有道词典打开，因为它现在又有广告，这个反而更快捷。然后包括搜索也是的，你在微博看一段微博，谈论一个事情，你想去了解更多的热点，直接在微博上一炸，选择那关键词搜索网页，很方便。再暂停一下。We may talk to the end. 嗯。Get a message from my girlfriend. 暂停。Let me pause.